Something tells me you did not come to our village looking for forest creatures. Hello, spirit. Must move on. Today,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一个游戏资产。不知道大家玩过这款游戏没？叫名字叫这个凯纳。不知道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这个凯纳这个游戏 ,3D 游戏。这个属于单机的游戏。这里面给大家分享的是它的 Blender 资产。就是有它的人物建模和动画。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资产呢把这些游戏里面的这些道具我们给它添加到我们的场景里面。比如说这个青蛙我们给它放大一些。我们给它放到这个位置，打造我们这个游戏的一个场景。那我们这个资产呢，它每一个，它基本上这些有生命的这些东西呢，都是带有骨骼绑定的。好，我们选择一下我们这个凯纳。我们选择好我们这个主角呢，我们可以把它，我们这里面可以选择我们这个时间线，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动画。那么它现在是一个跑步的一个动画，我们可以给它选择其他的动画。我们来到动画摄影表里面，我们将这个动画摄影表里面动作编辑器，我们点选一下。在这里面有编辑好的这些动作，我们可以选择一下。我们选择一个这个，然后来播放一下，看一下。它这里面呢，这些动作动画都是预设的，大家直接使用就行了。如果你需要自己去调整的话，你自己去建立动作就可以了。好，那么这个资产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这里资产有很多。它里面包括很多道具，凡是游戏里面的场景，它基本上都挺全的。里面有树木啊，有怪物啊，这些还有 BOSS 啊，还有一些其他 NPC 啊，都在这里面。这个文件大概有 2.8G 多吧，差不多快 3G， 大家可以去我的微信公众号去里面免费下载就可以了。好，那么今天这个分享呢，就给大家分享这个东西。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下载，去玩一下。